长姐姐，看我给你带什么东西了，这个是太白金星新炼制的养颜丹，效果可好了，你快试试。供养颜有什么用？只不过是顾影自怜罢了。哦，长姐姐，这些月桂树的种子呢，你随便用，哪怕违反天规，我也会下凡给你带一些回来的。天蓬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天庭的规矩你要懂得遵守。 何况，不论是人还是神仙，本来就有他该有的命数。命数？如果逆时移可以用的话呢，就可以改变命数。你说什么可以改变命数？哦，逆时移。你可以带我去看看吗？哎，这逆时移啊，现在被封印着，用来镇压人间的妖兽。 你真的想回到过去吗？但回去的路非常艰难，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你想好了？是。逆时移，天地相连，只有真心相爱的两个人。 这就是当年我和后羿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因为他屠杀了凶兽，被拥护成了部落的首领，一切都将从头开始，希望结果是美好的。